有什么事吗？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哎，你把爱之屋的枕头全部拿来，你妈知道吗？哎呀，少几颗枕头她不会发现的。重点是这样子有用吗？当然啦，哎，你不要小看晴天娃娃的威力哦。 它很灵的，以前啊，只要快下雨的时候，我跟夏小姐还有小毛妹就一起挂上晴天娃娃，结果真的不会下雨，哎，厉害吧？哼，我看啊，这只是在制造垃圾。如果这真的有用，全世界都不会下雨。 怎么了？哎，我看。 消毒，忍耐一下。我最近发觉，阿公要我做的事情，一点都不简单。对不起。你干嘛？ 跟我说对不起啊！回来到现在3个月了，盐田还是没有晒出盐来。大汛期也都快过了，接下来6、7、8月天气只会更不稳定。如果没有趁现在把盐晒出来，接下来就要等到小汛期。小汛期结束还是没有晒出来的话， 那这一年也就这样结束了。可是，就算今年你晒不出来，你还有明年可以晒啊。我怕。 我怕没有时间了。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夏叔不是常常说服我们要把盐田租出去吗？如果这一年还是没有晒出盐来，到时候就要听他的怎么做了。 你来猜这个啦！我来缝。你在缝什么啊？照你这速度缝下去，台风都要来了。